宝唱醋啊。飞球绕到右半边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哦，飞球接得漂亮，让人非常印象深刻啊！吴东龙游击方向的强劲滚地球，林祖杰传一垒 ，Nice play！ 哇，眼看就要穿过去了哦，林祖杰最后选择用飞扑的方式拦下这一球。这个球被野垒手拦住，先传二垒，再给补位的投手，大到不累。哇，一个精彩的守备配合。这个球游击手接到传二垒，厉害！哇，这个球真的是精彩啊！开始有一些二军的一个比赛哇，三垒手拦得精彩，吴东荣站起来传一垒 ，C！ 哇哇，刚才吴东荣这次的扑接跟站起来传球相当的精彩啊！对，又加上杰信的一个脚程哦，因为他整个手背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哦。接球勾了一个情况之下，又找到了林敬凯，接到之后传一垒，来得及。下滑比较多，这个球一手 ，nice play， 哇，王胜伟，这时候来了一个相当精彩的一个守备，能继续的投下去，林家礼来，这球游击手要传，已经是来不及了吗？哦，还来得及，抓到了，厉害。原来有一手是林祖杰，过了林子豪这一关之后，只剩下林祖杰接到之后就要马上传，相当的接近的一个 play， 但还是有抓到跑者。这个球要考验一下游击手了，接到之后传一个弹跳，好的，真的是很精彩哦，这个球高难度。这个球打到了三垒的软弱滚地球，林子豪徒手接球传垒 ，out！ 哇，高水准的守备演出哈！哇哦，新秀三垒手林子豪刚才是用空手夺白刃的方式啊，把这个球传向一垒。哇，这个守备是相当相当的精彩哈！哇，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精彩，一个18岁的小朋友来看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布里汉这一球带起来，在左半边做一手向后退的情况之下，在曲打球前面将这一球给接杀出局。曾陶荣 ，nice play！ 很先发的，是这一球带的带到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哦。哇，这个厉害！一手前进直接于德龙 ，nice play！ 哇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第一个时间啊，第一个时间的判断真的是非常好。哎呦，接到了！哇，厉害！真神奇的接杀之一，就躺在那里，居然还有办法把那个球接进来。